这也太认真了吧？对，他每节课都看起来这么认真，好厉害！不然我们等下去问他这个，反正我也看不懂。他说请上架，他要试试。你们快点说谢谢阿姨，阿姨工作很辛苦。谢谢阿姨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打扰阿姨工作咯。很冷吗？为什么叫我阿姨？我可以。其实我觉得吃老师铁砖还没有很难，就有两种方法可以用，看你要用哪一种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有更好的做法。真的吗？太好，你说说看。休息。我建议他也太认真了吧？对，他每节课都看起来这么认真，是不是？好厉害！不然我们等下去问他这个，反正我也看不懂。他说请上架，他要试试。嗯，好，我跟你确认一下，是晚上6:30的小丑坐5排13号的吗？十月才上映吗？现在哪来小丑？我。好，那这边是你的票哟。妹妹，你快点说谢谢阿姨，阿姨工作很辛苦。谢谢阿姨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打扰阿姨工作咯。很冷吗？为什么叫我阿姨？有哪个女生被这样讲会觉得很 OK？欸，我发现你最近是变黑。如果你最近常被朋友说很黑的话，代表你平时需要防。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，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。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？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！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。